在美国老美最爱吃的炸鸡是什么？既不是肯德基，也不是麦当劳，而是这家 Popeyes 大力水手炸鸡。波士顿吃啥好 ？Sorry 帮你找。咱现在去点个菜。Can I get the 8-piece? And the family bundle? Yep. Can I also get a spicy chicken sandwich? All right, your total is $39.49. Hi, how are you? Good, how are you doing? Good.天气这么好，咱今天在外边吃。在 Popeyes 买到的炸鸡永远都是刚出炉的，看着也非常饱满，就好像绿巨人的肱二头肌。咱浅尝一下就好，一咬开直接飙汁，鸡肉腌制的很入味，这绝对可以吊打 Chick-fil-A 啊！更绝的是，他还给你配上肉汁土豆泥，快张嘴，我给你炫嘴里。这是他家最经典的辣鸡汉堡，据说一度卖到脱销，有人为了吃它还被 biu 过。这不就一片炸鸡俩酸黄瓜吗？有人能为这干起来？这不就国内的麦辣鸡腿堡吗？不是我吹啊，我6岁的时候就有幸吃过一次。这干吃也不过瘾呢，得配上土豆泥、鸡块还有薯条一起炫，半饱啊。